在此读书节目中，我将开始十本畅销美国小说的系列介绍。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本作品是丹·布朗的惊险小说《达芬奇密码》。丹·布朗是当代最受欢迎的美国惊险小说家之一。他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瑟特镇。一九八六年。 布朗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英文和西班牙文学专业。之后，他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歌词创作和音乐工作，但最终又转向写作。但布朗2003年出版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其他知名作品包括《天使与魔鬼》、《失落的符号》、《地狱》和《起源》。 当布朗的小说以其精心研究的历史背景、错综复杂的谜题和扣人心弦的叙事而闻名，他的作品经常挑战读者对历史、宗教和社会结构的认识，提出具有争议性的理论和引人思考的观点。布朗巧妙地融合现实世界的内容与悬疑的叙事技能，使他成为惊悚小说领域中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小说《达芬奇密码》销售了数百万册，登上全球畅销书榜单，使布朗名扬四海。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该小说已被翻译成四十四种语言。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主人公哈佛大学的宗教象征学教授罗伯特·兰登的惊险经历展开。故事的开端描述罗伯特在巴黎出差期间被巴黎警方传唤到卢浮宫博物馆。 因为卢浮宫的馆长雅克·索尼埃尔以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姿势在卢浮宫内被暗杀。索尼埃尔也是巡山隐修会 （Priory of Sion） 这个秘密基督教团体的大师。当罗伯特抵达现场时，他发现索尼埃尔留下了一条使用符号和密码的神秘信息。法国密码学家苏菲·内弗在作案现场出现。 罗伯特与他卷入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破密事件。罗伯特很快得知，苏菲实际上是雅克·索尼埃尔的孙女，这与他俩所寻找的谜题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菲明白，他的祖父希望罗伯特能够解读此密码，这将引发重新解读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进而导向他的画作《岩石上的圣母》。 索菲与罗伯特成功逃离警察，前往银行。打开保险箱时，他们发现里面装着一个密码盒，这是一个手持式的圆柱形保险盒，有五个同心圆的旋转波轮，上标字母。密码盒中且包含解密码的线索。他俩将此关键物品带给罗伯特的朋友雷提宾爵士。 因为他是研究圣杯的专家，而圣杯的传说与巡山隐修会密切相关。根据提宾的解释，圣杯与玛利亚·马达林相关，她是耶稣基督的妻子，也是《最后的晚餐》画中站在他右侧的人。打开密码盒，他们发现里面还另有一个更小的密码盒，且带着另一个谜题。最终。 这些谜题将索菲和罗伯特卷入一场触目惊心的冒险旅程，揭示了一个被巡山隐修会隐藏数百年的秘密。他们去的几个地方包括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艾萨克牛顿之墓、伦敦的罗斯林教堂和谭普尔教堂，最终回到巴黎的核心地带。当罗伯特和索菲追踪线索、解读密码时， 他们发现，索菲被杀的祖父萨尼耶尔是巡山隐修会的成员，他拥有一些能够挑战传统宗教信仰和耶稣基督的知识，而且亦是他俩被一个名为天主教事业会的狂热组织以及一个被称为导师的神秘人物追逐。他们试图阻止索菲与罗伯特揭示真相，这给他们的任务增添了危急和紧迫感。 故事的高潮展示在苏格兰的罗斯林教堂里。紧迫之际，罗伯特和索菲面对该导师，试图阻止一场可能动摇基督教根基的灾难事件。他们最终揭示了导师的真实身份：原来，这个操纵事件的神秘人物竟然是罗伯特的朋友雷提宾爵士。自己团队的背叛行为使罗伯特和索菲意识到，他们不能信任任何人士。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冲突性或隐藏某种动机，这为他们的旅程增添了悬疑和不确定性的因素。罗伯特最终解开了这个谜题的最后一部分，揭示出圣杯被埋藏在卢浮宫倒置的玻璃金字塔下方的小金字塔之下。他按照玫瑰线前往卢浮宫的倒置金字塔，跪在玛利亚、马达琳隐藏石棺前祈祷。 罗伯特和索菲发现了一些暗示圣杯的证据，传统上被认为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使用的杯子。其实，这可能触及到完全不同的东西——耶稣和玛利亚、马达林血脉的秘密。作者在整个小说中编织了一系列的扭曲性转折、惊奇的揭示和危险的相遇，把读者带入角色和场景中。 使之参与冒险事件且不断猜测结果，这些元素增加了悬疑氛围，强化罗伯特和索菲对这个被秘密社团隐藏了两千多年宗教谜团的探索。这个重要的谜团挑战人们传统的宗教信仰，并有可能重新理解基督教。《达芬奇密码》成为一部轰动全球的文学作品，通过其错综复杂的情节。 历史参考和引发思考的宗教与灵性观念吸引了各国读者。故事融合了艺术、文化、历史、阴谋和宗教猜测，让读者至始至终保持着紧张的阅读心理。《达芬奇密码》小说的成功催生了2006年改编的同名惊悚影片，由罗恩·霍华德执导，汤姆·汉克斯饰演罗伯特·兰登。 奥黛丽·利塔图饰演索菲·奈幅电影展示了小说中兴奋、悬疑和解谜的因素，并展现了卢浮宫和罗斯林教堂等标志性场景。虽说电影简化和压缩了许多复杂的细节，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重要转折环节和扣人心弦的解密过程。小说的知名度以及对宗教主题的探索使该电影轰动影坛。 他在全球放映获得了7.5亿美元的票房，但他也引发了有关宗教历史和阴谋理论描绘的辩论和广泛争议。与此同时，电影的成功进一步增加该书的知名度，使之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毫无疑问，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是一部令人兴奋和发人深省的惊悚小说，它将艺术。 历史和宗教精致地融合到一个扣人心弦的神秘世界，编织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阴谋理论、秘密组织和隐藏信息的网络，勾起全球数百万读者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小说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迫使读者重估对宗教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启发读者对传统的信念产生质疑，进行挑战。 并探索事实与虚构之间模糊的界限。然而，小说的批评者认为它过于简化了复杂的历史和宗教议题，而且写作风格不够精细。也有人批评其中某些历史观点缺乏准确性。总而言之，《达芬奇密码》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家詹妮特·马斯林在《时代》书评中指出。 《达芬奇密码》这是一个罕见的可逆回文，它在水平轴上旋转一百八十度，倒置后表示与足球运动实时相关的母体本质。正过来读，它简洁地传达了这本充满谜团、解码和令人兴奋的聪明惊险的推理小说所能推荐的那种极端热情。一词概括就是“哇”。摘引《时代书评》。 从卢浮宫的画廊中旋转出一部惊悚小说。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